你真的认为太监的声音是娘娘腔吗？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太监的最后一次受访。这是赵先生的啊，拍着电影了多好啊！照着你啊，全国全知道了。嗯，啊，那我全世界全知道了。哎，全国出名了，你是个大宝贝啊！很显然，93岁高龄的太监孙耀庭声音浑厚刚柔，根本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娘娘腔。当记者见到他时， 孙老先生除了腿脚不太理想以外，他的精神非常的好。随着大清的灭亡，太监这个不人道的行业也走进了历史。现如今，政府为了保护他，特意请了人24小时负责他的饮食起居。当他听到有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他也很健谈，也很愿意把一些陈年往事说出来，让后人知道。当被问到他当年是怎么被选进宫的，孙老这样回答道：“那么你当初怎么会被选进宫？”“我。” 嗯，谈着没人呢，嗯，谈着还。